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ena，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如何在 Procreate 里面导入高清的周计划表。首先打开 App 之后呢，在右上角可以新建一个自定义的画布，这个就是我平时做画布的一个设置，在这里就直接把它命名为高清纸了，宽度是11，高度 8.5 英寸， DPI 是它的高清度，这里我们把它设置成600，就是相当高清的程度了。然后我们就直接建立一个新的画布，在左上角点击这个操作工具之后，选择添加，然后插入文件，这样会比插入图片更高清。周计划的图片格式可以直接 AirDrop 到 iPad 上，也可以下载保存到文件夹里面。接下来插入之后呢，就点一下这个鼠标，就不会再改变它的大小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就是非常非常高清的一个状态了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Procreate 导入高清图片的一个小教程。那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用，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，新来的话记得点个关注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2 AM in the morning, I'm in my story smoking, catching my breath. I can feel my skin burning. You light the fire in me.